翻译的话，应该是就最好的是从这个原文，翻译，因为它这个肯定是那个语言上肯定有一些差别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，从一个某一个语言，就是无论是哪一个语言，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个语言，就翻译成直接翻译就更好，所以这个文言文翻译成这个土耳其语言，我觉得是应该是，可能是效果更好。所有的东方的或者西方的，都是，这些比如说文学作品，然后哲学经典，他们都是对这个人类有很大的贡献。希望就翻译更多的这个中国的经典，翻译成土耳其文的这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个，因为就是希望就土耳其读者也了解中国，然后了解中国的哲学，了解中国的历史。然后了解中国的这个一些主要的这个文学经典，这些我觉得很重要。这个西方以外的文化也是很多人想了解。可能这个人类历史上中国的文学、中国的这个哲学是应该是最优秀之一。我觉得应该是人类肯定是这个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文化，所以。应该是这个，应该很重视这些，因为，没有他们，我觉得肯定是很可惜，而且是肯定是，不必可少的。